我现在是在劲松东社区的一家金客隆超市，这家超市也是位于这个北京市划定的这个管控区范围内的一家超市。我到的时候大概是下午2点左右，大家可以看见排队的人还是比较多的，大概有100-200米吧。我们现在就从队尾开始排啊，可以看见这个排队的人大都准备好了买菜的工具啊，布袋啊，筐啊。从这个店里出来的顾客，每个人买的可都不少，有这个米面油啊，蔬菜。我们进来了，我们先到这个米面辽牛去看一看。其实人不是特别多，可以看这个货还是比较充足的。我刚才也问了一下店员，店员说其实店里面的人并不多，之所以门口排队主要是还是采取了这个限流的措施，为了使店里边保持一个社交距离，也是防疫的考虑。这是生鸡蛋，青椒、茄子、扁豆、草莓。我刚才也问了几位顾客，有的顾客说：“哎呀，看见别人买，那我也买点儿。那别人买那么多，我买的少，是不是也不合适啊？”至于说恐慌，大家普遍没有这种心理，还是想着呢有备无患吧。现在比我刚进来的时候人稍微多了一点。工作人员还在紧张的补货。肥大六，买了一包方便面，一包挂面，买了几个西红柿。现在大概是3点左右，我从这个店里边已经出来了，门口呢还是有不少市民在等着排队进入。根据这个北京市发布的这个消息，北京市现在的超市都已经加紧进行这个补货，补货的量都是平常的2倍到3倍左右。北京市商务局之前也在发布会上说，现在北京市的货品供应还是十分充足的。